拉下等老子 Abraham 同大家玩一个听声猜人游戏啊！呢一度友仔系广府大戏尔帮丑生嚟嘅，只衰公喺映画戏树就专捻做奸鬼嘅，收尾系公仔双树就嚟的啦，无线都有猫捻过，佢仔仔喺嚟的电视担正当家小生嘅，不过呢一两仔嘢都已经听狗死捻七咗啦。拉下首先听下佢啲靓切白腔先。唉，我六十岁人苏未白，试问二十年后我点洞房嘅？所谓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自问良心我都唔敢妄想嘅。跟住听佢扮李小龙个老爷李海泉唱嘢啊，嚟令路向烟斩无畏，道德光满天身在上，启手拜中堂咪呀，上请玉皇，下请阎罗王，四方霸王，周身四下王，三眼化光，地藏王，请到你面汪汪咪呀。然后扮上海妹颜丝装个老公半日安李鸿安嘅唱腔，好辛苦啊，头阵先成日今早用不易会命，短啊宁愿食少多教训，感知啊得安那言呢？听下佢把声似唔捻似又问个老爷白玉汤把声。安白菊花，艺高人胆大，哪怕你铁壁马同墙，龙宫禁院夺龙袍，展超掌平，皆胆略略上。最后佢扮路马，马思曾就最晒家架啦。哎呀，这个公主是分焦不行，有道是聪明嘛，一打行一等咁样。哎呀，分明佢冇道理，但系经过佢个把口讲出嘅道理啊，撑撑。你哋估唔估捻到佢系边捻光啊？